作为美的典范，温哥华华裔小姐更加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。大会之前特别安排了皮肤护理和美容讲座，各位华姐学了很多化妆技巧，而充满自信的笑容亦都是比赛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拥有洁白的牙齿更加是相得益彰。为了了解护齿之道，佳丽们参加了一个牙齿美白讲座。除了可以和专业牙医学到日常保养的 tips 之外，还可以体验牙齿美白疗程，令每一位都唇红齿更白。健康洁白的牙齿可以令佳丽们的笑容更灿烂、更自信，一定可以帮他们在比赛中拿到好成绩。